我给经常给很多听众看，他说我的爷爷是属什么的，卢台长你看看他叫什么名字，你帮我看看。结果台长一看，哦，你爸爸在天上，哦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。对对对，台长，他好得不得了。我说他很帮助人，是是是，开心吗？给孩子留下的是永远的纪念。也有很多人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奶奶嘴巴很坏，现在在地府里面。我说整天在过世，我活着的时候就骂人讲坏话。是啊，我这个奶奶真的很嘴很坏。你说说，一辈子就留下了这种东西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学佛要学真正的东西，不要学表面的东西。台长再跟你们讲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想今天前面讲的少一点，可能具体啊要给你们多看看，因为今天这人来都是想看的，对不对啊？对最后赶快鼓掌。